三千岁，精通公台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朱三千岁指的是朱行李三府的三尊神明，各有不同的故事以及来头。农历四月十五号是李府三千岁的圣诞千秋，位于云林口湖的宜吴顺天宫也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以及绕境活动。现在就跟着 Yuki 的脚步，一起跟王爷来祝寿吧。我怎么讲？为真继续。还有绕境，我的。啊，到这的时阵，阮抓哦就要安装，安装阮双方起价，阮今年该过大会。即将进行的就是宜吴顺天宫的过火仪式了 ，Yuki 要赶快来卡个好位置。过大会，要让疫情赶一消，安尼啊，这是我怎么讲的支持，予阮村民大家变来支持。那云林宜吴顺天宫的历史典故又是什么呢？一块茶来唔吼，啊流过来个吃物啊，啊，阮一块茶怎刻三尊，一尊大山，大王咧西天，啊二王咧北川，三王镇守着阮南川。哦，啊伊，阮甲韩志书嘛的时阵，伊就演员，哦，伊叫阮三门顶人家，啊，当时迄阵拄啊有一挂婚宴，啊，伊在顶时个阮的婚宴做咧小弟。诸位，那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宜吴顺天宫一整年的活动好吗？正月初开始嘛吼，啊，到正月十五，阮韩公明顶兼外父，我信徒就平安，哦，啊，过来四月半，四月半是阮咧去三边做咧的祭奠。啊，搁七月半的时阵是阮普渡，十月半阮拜天公，今年就是四四大节。宜吴顺天宫至今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，相信呢一定有很多的神迹。那我们的李组长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呢？啊，神明咧打庙地时阵吼，算讲是有出现着是迄个奇迹，就是咱打庙地咧打煞拄啊伫咧暗时呢。伫咧一两点的时阵，天顶呢，一份呢清清，来到浮出呢，一撮的白云，迄个云呢，起来就敢是一间庙，啊，这庙的顶面呢，哎，够，迄云呢，就敢像神明，啊，大家就讲呢，安尼这就是呢，咱庙的神明的主行力，哦，的神明。啊，就大家呢，就点香呢来拜拜。哦，这个是啊，付出着讲，哦，咱的心灵呢，哦，架构、感情呢，来付出着这个奇迹。哦，啊，这个哦，咱呢，这个全国的这个信徒呢，会当呢
知影讲吼，啊，咱的这个季节。欢迎全国善男信女来义和五南村自行礼物参天会参拜。赞。